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草屯镇的新丰社区经过众人的努力，是慢慢啊做出地方的产业特色。最近就配合广府文化局来举办文化基地工作坊的计划，透过好食粿的故事，希望讲来传承技术艺歌，卖当替这传统美食来行销甲包装，有机会会当提升地方农产品的经济价值。为准备食材加餐啊，社区居民做伙动起来，要来做好食的粿。结果少年人摕着笔做记录。草屯镇西丰社区行销传统的美食，为成立文化工作室来做起。他们都是凭他的经验跟感觉在做，因为现在他们在做，我们就会把它数据化，以后比较好保留。以后要做也比较有那个。知道怎么做，比例也可以比较准确。配合着县政府文化局创造社区活力，也有产业发展的机会，使用社区来建立平台，进行粿研发甲制作，邀集着老阿妈教导这份好手艺以外，也希望来提升地方农特产品的经济价值。早期的时阵，经济无遮发展，都以拢干咱农业尔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社区的时阵讲。做粿方中，来传承吼，吼，这较少年的，吼，较未向家庭唔捌的。有啊，有足欢喜的，啊，因也都有在看，有在学啊。在做粿的老师傅实际操作之下，带着社区居民，掌握着好食的秘诀，延续这份传统食肆的古早味，并且培训合适第二战场。所以来发扬社区粿产业，恁无迄大台的，恁用迄果汁机、慢磨机种的，恁无用做一比例，伊差不多一斤啊米就是1:6的水啦。啊，这个水的顺序也是要有，就是冷水和热水有一定的顺序，如果用错了，它就不会好吃。乡社区要做社区在地产业特色，为推广传统的美食来出发，要靠着好食粿故事。希望社区居民的心，为社区发展做份努力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